你有听过海战车吗？你知道海战车是什么东西吗？你认识它吗？海战车现在在坊间上面很少看得到，那在食材上它算是最顶级的一个龙虾类的一个食材。它为什么突然很顶级呢？因为它稀有，多稀有，捕了十只龙虾捕不到一只海战车，如果你捕了100只龙虾，搞不好能够抓到一只海战车就很了不起了。而且它的产期非常的短，然后它的肉质是属于比较丰厚，然后 Q 弹。我打算一整年都推这个海战车，所以我们花重本跟我们的厂商，跟我们的渔船大哥，把它包一整年的渔货，让大家随时在这边都有海战车。